交给您了。楚主，速让小倩想办法来明朝天启六年正月23日接我。时间好记，努尔哈赤和袁崇焕于这一天在宁远开战，结果是努尔哈赤大败，地点在北京西直门内小嘴巷大嘴客栈，地方好找。这时候西直门的门还在，皇妹大了。明朝天启六年正月23日，他也学会这招了。肖老师，这我可没看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三言两语说不明白，不过真的谢谢你了，这封信对我太重要了。啊，重要就好。哎呀，肖老师，哎，您说我们家从明代就给您保存这东西，传这封信，到现在多少年我也记不清了啊。您看这个费用。哦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那您看，我给您多少钱合适？多少我也说不好，反正这东西是真东西，这真迹值钱。哟，这我可付不起啊。你看这样行吧，我这儿就这么多钱了，那我留300块钱当车费，剩下的给您行吗？这媳妇儿，哎，傻子怎么来了？其实有人追也挺好的。好不容易回来，你个傻子！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。壮士，慢走。小倩，我发现你现在啊，的确会关心人了。真要带这么大一锅米饭来接我？这皇妃大王，就没回到唐朝的小西天，半道被雷给劈了，劈到明朝去了。你说也奇怪啊，他在时光隧道里穿梭那么多次了，应该会躲雷了，怎么还会被劈啊？是啊，要不然啊，就时空隧道里边出现什么事儿了。也是，哎，你说他跟尤所谓关系那么好，跟你也不错，干嘛不把信给你们，把信寄给我，还要我传给你们，多麻烦啊。我觉着呀，他应该传过不少封信，其他的全传丢了，就你这封，哎，传到你手里来了。嗯，哎，可是皇妹大王忘了一件事儿，现在的傻妞啊和那几个太子芯片都去了2060年了，你怎么去明朝接他们呀？等吧，也许有一天傻妞会回来，也许到了2060年我会去接她。不过这事儿啊也不用急了，如果要是去，总有会到达那么一天吧。50年呢，50年会发生好多事情的。
项链挺好看的。啊，哈，是，是。阿姨给你买的。不是啊。那就是心上人送的。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上人呀？那是谁给你的？嗨，这个怎么跟你说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这是那年呀、啊，我过生日的时候，这速递公司啊给我送过俩邮包来，一个是这项链，还有一个存钱罐。当时我也奇怪，你说这俩礼物应该俩人送的吧？这我问过尤朵维跟画眉，也问过这王天霸跟崔便，都不是他们送的。到最后我才知道，他们就不知道我生日，真不够朋友。哎，是不是你送的？我也不记得你生日啊。啊！何姐急了。喂，何姐。啊？哦，那好吧。怎么了？他说他那现在不方便，叫我不要过去了。哎，他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谈恋爱？没听说呀。那再说了，人家谈恋爱，人也不会跟我说这事儿啊。嗯。哎，那先帮我找个宾馆吧。猪猪，你这次来海岛，是不是别人操纵的结果呀？谁能操纵了我呀？我又不是傻妞。哦，你说这何姐啊，真是的，一个电话把我从几千里外调过来。哎，现在我刚下火车，不管我了。不管你，我觉得不大可能。楚楚，你信不信？这不过五分钟，我父母电话肯定追过来。啊，让我说着了吧？你还挺厉害的啊！啊，哎，哎呦，来，楚楚，喝点水。阿姨，哎呦，哎，快快喝口水压一压。哎呦，这山区困难吧？前两年挺困难的，现在好多了。山区能不困难吗？你看把这孩子晒得多黑呀！啊，有吗？有。嗯，那边的人还都夸我白呢。是吗？哎，不，什么？还夸你白呢？啊？哎，夸你白那哥们是不是傻子呀？我说谁？你怎么知？啊，楚楚啊，这几年你阿姨一直念叨你，怕你在那边适应不了。是啊，你叔叔怕你吃不饱。你阿姨说的对，这你阿姨一想起你啊，就经常的掉眼泪。你叔叔也是，经常想你啊，想的都睡不着觉啊。你阿姨说的对啊。哎，等，你想谁啊？哦啊，不，那个，刚才是说秃噜嘴了。你这小子，我就这小子，我觉得你们俩就饶了我吧，爸。我不是说你啊，我妈说什么你都对的。关键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你想一姑娘，你想的睡不着觉，你还告诉我妈？你看这小子，你胡说！楚楚，咱不理他了啊！你看，这小子没正形。屋子呀，都已经收拾干净了。你在这儿住的这段时间，就住在小千的屋里。哎，我带你去看看去。啊，你去看看去，去看看。啊，阿姨给你收一颗。来，对，来，过去。你听我妈说没有？啊，还一段时间。哎呀，楚楚这孩子多可人呐！啊，性格好，长得又好，要条有条，要个有个。啊，爹，我可知道您这段时间为什么睡不着觉。别胡说，说像这样好的姑娘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哎，这住是住进来了，可怎么把他们往一块撮合呢？
那咱们就随时盯着他们，逮住机会就给他们往一块搓，没机会创造机会也得给他们往一块撮合。哎，你说的还真对，就得创造机会。睡吧。啊。他应该不会给自己买这种东西，他天天带着，一定是很珍惜。难道是父母给他买的？不会啊，叔叔阿姨的眼光也没这么前卫吧？哼，陆小倩，这几年一定是又偷偷交了女朋友。程序，你这时候梦见什么不行啊？啊，非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！哎，姐，你妈不就是缺心眼儿吗？你，
段。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你服务，请输入开机密码。我爱你。现在所处的时空是2011年5月8日，距离地球35万公里。进来看看吧。哇，不错嘛。以后啊，你就在这儿办公了。设计总监。别呀，何姐，我都好几年没上班了，谁服我呀？我看我还是从最底层做起吧。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小千的办公室啊，就在隔壁。我批准，你们俩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干点别的，别让别人看见就行。你不会是因为这个骗我回来的吧？你可不能让我这份心思白白浪费了啊！唉，小千呀，心里什么都清楚。他知道我这次回来呀，是让人操纵的。何总，何总，看傻妞了。傻妞？那个，楚楚，那个好像傻妞回来了。我今天早上起在海边的时候，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电话一接，听筒里边传出了傻妞的声音，说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，输入开机密码。我密码输入完了以后，这手机就没信号了。现在不是有那个时空法了吗？傻妞还回得来吗？是，这我也纳闷呢，这不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说我去趟电话局，看看这电话到底是谁打，我查查去，我查查我。傻妞回来了，我的猪哥。哎，楚楚，这是小千送给你的吧？我一直都带着他。一是忘不了他，二是希望他能看到，想起过去。现在傻妞啊，又回来了，我还是别带着他四处招摇了。哎，你怎么把他给摘了呢？哎，傻妞回来。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呀，要不约几个朋友，咱们晚上庆祝一下吧。这帮小偷啊，我回来这么久了，也不说请我吃个饭。你让小千给搞糊涂了，三个小偷在北京呢。哦，对呀。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，请输入开机密码。我爱你。喂，喂，小五。啊，啊，你是不是以为是傻妞呢？你怎么用这个铃声啊？嗨，我没事弄着玩的，怎么样，好玩吧？你太不道德了，小千听到了多不高兴啊！哟，这我可没想到。那我回头换了吧。哎，别换，给小千打一个。来。让他找会儿气。
别呀，不人道。哟，你还心疼他啊？哎，这玩意儿还是带上吧。还是等他死了心，我再带吧。这里是2011年5月8号的海岛市，小千哥哥的信号，就是在海边公园里的仿造长城上出现的。2011年，那我还得再过26年才能出生，在这个年代怎么可能找到我的母亲啊？可是以后的时空里，不是有你就是有我，我们根本进不去。我们怎么会出现在那个时空啊？傻妞不知道。对了，怎么去找你妈妈？有什么线索吗？哎呀，糟了，我的项链丢了。项链？是，那是唯一的线索，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没有丢，同一个时空里不能有两个你。既然那条项链在这个时空里已经有了，就不会有另外一条。还是让小千哥哥帮你找妈妈吧。好，你先搜索一下她的位置。搜索功能，陆小千。拿下他！为什么？哎呀呀呀！你真是个孩子，你真以为你爸爸让傻妞来陪你找妈妈？拿下他，搜索他的记忆，你就会明白真相。小倩，傻妞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他见到你，释放能量。你太不了解傻妞了，为什么要暗算我？傻妞拒绝再次为你服务，我要去找小千哥哥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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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呜，哦，哎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哪儿都敢站啊！你以为你也是绝缘体啊？嘿嘿，嘿，哎，喂，喂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是小千哥哥的儿子，我对你啊，才没这么客气呢。我要揪断这几个破绳子。这个东西咬人，难道它就是电？改天再来救。
陆小千，屏蔽方圆50米之内的通讯信号。敢不敢过来试试？电线那么细，就已经把我电晕了。这杆子这么粗，还不得把我电死啊？这么危险的东西，怎么能满大街乱插呢？其中一定有诈。骗我！诡计败露了。出来！你又该追我了。这次我不追你了。人无信则不立，你爸爸可从来都不会食言的。我说话算数。看在小青哥哥的份上，等会儿。傻妞，傻妞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我出来吧，我不追你了。你放我出来吧，我不追你了。真的？嗯。等着。功能有所为。好，大家听着，接下来尤总呢会长期的在欧洲，因为他想打开的是欧洲的这么大的市场，所以这个公司呢接下来在这的一切都交由我负责。啊，对了，接下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账。李总，你看什么时候可以把账目交给我看一看？谢谢。还有，尤总走之前交代过，要把这群害群之马的资料交给工商局部门。万总电话。谢谢。
陆冬雨，小千哥哥对你的教育实在是太失败了，言而无信。你以为傻妞真傻呀？华总，这么做我们恐怕要得罪不少同行，万一他们联起手来整我们。华总，孙总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尤总总之前交代过，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歪，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乎规矩的，我们的产品质量都是过关的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而且这些害群之马，他们侵害的不光是消费者的健康，他们还影响到了整个食品行业的声誉。他父母是对我真的好，一门心思要撮合我们，但我心里清楚啊，小天对我是不会动心的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我想我还是赶紧啊找个人嫁了得了。我知道，我和你一样。何姐，你就不能把标准降低点吗？你标准都降到村里去了，结果怎么着了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还是有人哭着喊着说要娶我的，我只是没答应啊。谁呀？不告诉你。通讯功能，荷兰。我知道大家好，我是起得比你早，睡得比你晚，没日没夜的看呢。现在家业挣出来了，他们却要卸磨杀猪了。上门女婿不好当啊。哎，别人怕伤着你，你自己倒不怕，接吧。别啊，让他多想一会儿。我现在是知道小倩等傻妞的决心为什么那么坚定。我知道他家好，我是起得比你早，睡得比你晚，没日没夜的看呢。现在家业挣出来了，他们却要卸磨杀猪。您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。上门女婿怎么不在服务区啊？我知道他家好，我是起得比你早，睡得比你晚，没日没夜的看呢。现在家业挣出来了，他们却要卸磨。没有人能跟他比，知道。你快接不接？不接我帮你接。哎，我一会儿再打过去。未知来电，你往哪儿打呀？喂，啊喂，来不及了，该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你已经跑不了了。陆冬雨，你的战斗力不在傻妞之上，只不过因为你是小千哥哥的儿子，傻妞舍不得打你。等一下，你能变形吗？哼，障眼法而已。让我来教你啊。透视眼，搜索。手机九号为您服务。真人模式，你可以变成其他物质吗？我这太悲哀了。九号只能让人的眼睛产生错觉，不能真的变形。那傻妞为什么就可以呢？我这太悲哀了。九号不知道。
好在我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。哎，可惜了，如果早放你出来，一定可以拿下他。哦，这太悲哀了。九号虽然下载了2060年最强大的战斗力，但九号不会帮你拿下他，因为你缺少拿下他的理由。非法操作。这太悲哀了。九号只剩下8条命了。我们有可能会遇到我爸爸，但是我不想让他看到傻妞回来了。这太悲哀了。陆小千这个儿子好像不太孝顺哦。换个表情状态。换。你还是变个别的模样吧，要不然再碰到他，我怕我会跟傻妞一起来打你。哼，亲我一下，我就答应。你要是变成别的样子，我兴许还会亲你一下。哼，你恨的是傻妞，为什么嫁祸到九号的身上？好了，别说了，变成金甲战士。变了身，也是九号。哼，那就把脸蒙起来。戴上面具。29号。年轻的时候还是挺帅的，就是瘦了点。帅哥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到50岁才要孩子啊？难道你想早点死吗？我要是早点出生的话，我就可以见到母亲了。陆小千这个儿子只孝敬母亲，不孝敬父亲。我们就等在这儿，傻妞一定会出现的，这就叫守株待兔。他是你爸爸，不是猪。看来我又选错表情了。小千哥哥，一个帮手，想个什么办法让小千哥哥靠近我呢？